最近就是有一些正要去韩国拍一个戏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谢谢他们今天也在场外为我呐喊。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大自然，也山跟水，平常夏天住在大海，然后也喜欢花很多时间在海上水上运动啊，有时候偶尔也会snorkeling 啊，就是看看珊瑚啊，或者是海里的一些动物生物，然后所以今天就当我一个鱼的女人。啊，对，那么我想问问看啊，带着一套的同一主题的这样的作品，并且一起来出席，会有什么样的非常激动的心情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吗？激动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平常很少会大家一起去特别去配有的一对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挺特别的。感受，所以而且这一套是锦鲤，锦鲤是的，象征的好运。对，中国人锦鲤是非常好，好预兆，好意头的，很吉祥的一个生物，海洋生物。好的，谢谢二位，请移步至展览，谢谢。